众所期待的韩剧《Voice 2》终于要播出啦！第二季找来李正玉搭档上一季女主角李荷娜。其实，在所有的记者会上谈到了换角的事情。其实我那时候가장뜨뜻보였고큰화려한게쉬던장호선배님이제시즌초에서는아직정모가아팠었는데그경과도에집중하시는걸로해서이제이번시즌은함께하지못하겠어요대신에그래도새해보강받은캐릭터를만나서좋은시너지를얻고있고요그리고이제배우님과는또첫데뷔작이끝났었기때문에그때동경상연을서로기억하고있었어요그래서굉장히감사한기분이고편안하고아주오랜만에반가운친구를만나는기분이었고여러분들도새해그런시너지를많이기대해주셨으면좋겠습니다相信又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啦。不过还有另一对可以期待，就是李正玉和安世赫的 bromance。那要准时收看节目了。不过最近韩国治安的很热，大家也担心你们会不会中暑啊？지금까지해왔던작품보다더힘들다는느낌은별로없습니다아예기록을갱신하는더위지만예예시원한차안에서잘쉬어가면서아고생하세요 엄청고생하시거든요아이스크림도먹고가면서예열심히잘하고있습니다아정말즐겁게보이스트에임하시나봐요이진욱씨는그더위보다더뜨거운열정과함께하기때문에저희감독님이하배우들의가슴속에는불타는열정이함께하고있습니다어머세상에90년대오빠스타일이야기대播出喽